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思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依晴。我是赵勇。我们是水分子乐团。今天呢，哇，这样一整天下来，大家辛苦了。就是我们的这首歌呢，要让大家开心一下。这首歌的故事呢，是我的朋友前一阵子啊，学校的学弟啊，吉他社的学弟都特别喜欢来找我这个学姐来诉说一些。心事嗎，对对对，就是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，所以我这边呢，就累积到大家的一些情史。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无奇不有，你知道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呢，就尽我这个吉他社的学姐的一点点小能力、微能力，然后写一首歌逗她开心。然后也希望呢，如果今天有失恋的朋友啊，你们不要伤心，世界那么大，人很多，不用担心，大家要有自信，可以找到那个最 match 的那个人 ，OK 吗？好不好 ？OK 的，可以的啦。好的，自己回复。好，以下的内容跟对话，表演前预告，半真半假哈、哦，如果有雷同，请你见谅，不是，请你保重，见谅。好、哦，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？OK OK。喂。喂，宝贝，怎么了？我要跟你分手。分手？我刚刚是听到分手吗？对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为什么？说啊。我妈妈说，我妈妈说你不是一个好女人。为什么？你妈根本不认识我哎。上礼拜六，我妈说农民历上写不宜出门，可是你还是拉着我去东区去逛街。我妈说你看你的面相，你克夫、克子，又克风邪。给我说的这么理直气壮，唱的比谁都爽，你就是一个妈宝嘛，你就承认你是个妈宝就好了。而且。我已经跟隔壁的小杜小姐在一起了。小杜小姐又是谁？上次是小美。因为她请我吃她爸爸卖的冰淇淋。又是冰淇淋。杜老爷冰淇淋。好，可是我爸是开葬仪社的吗？奇怪，算了，你就是个王八蛋，你不要解释了啦。好吧。
蛇旅游，就这么瞎吗？哎呦，我在吃冰淇淋，赶快离开好不好？又在吃，又在吃，每天都在吃。算了，我走啦。故事说到这边，小鱼和阿昭大吵了一架，石宇生气的夺门而出，阿昭追了上去，一直追，一直追。把门夺回来了。凌晨深夜，看你落下的眼泪，是多么多么珍贵。孩子，孩子，你要爱自己多一些，自己多一些。他的心中没谢谢。